硬的。那就在咱们这儿开天辟地种水稻，那是第一回。俺家也想种。切，咱甭想了。九海是党员，这事以后咱往后拖拖吧。真签了。哎呀，这真签了咋整啊？这是。赶紧找韩立去，就说咱们干。你哥，你都啥时候了，你还等我哥消息？黄花菜都凉了。那你哥的，你去不去？你到底去不去？哎，你哥，那是你哥，你不去，你不去，我去。还真挺能扛啊，还不来？那咋办呢？再等等。我不相信他不来。韩书记、保书记，严检地这事儿我们干。你们家谁说了算呀、啊？我们家你姑说了算。你咋不拦着点儿？我拦不住，那不是你妹吗？哎，你咋跟我说的？啊，你咋就不听我的呢？我听你的，你妹不听啊？你妹，她咋成我妹了呢？你记糊了，是我妹。啥也别说了，就张九海设的套。九海跟咱肯定不是一条心了。爸，你这么的，我回头找两个人，我收拾他一顿。拉倒。收谁收拾？别着急这事儿啊，咱们现在呀，不能判断九海跟咱不是一伙的。万一他有啥难处呢？是不是？你一收拾，真给他收拾那面去了。对，别着急这事儿，我再斟酌斟酌，斟酌斟酌。锁儿啊，你说你妈是不是魔怔了？啊，刺绣刺的，连饭都不吃了。我妈是要靠刺绣改变人生呢。你说啥？改变啥？哎，说了奶奶你也听不懂。看我孙子，在城里待了几天，张嘴闭嘴人生了。锁儿啊，你这些话都跟谁学的？麒麟奶奶说的。麒麟奶奶说，人不能只看头顶一小片天，人的眼界有多宽，心才有多宽；人的心有多宽，命才有多宽。麒麟奶奶，麒麟奶奶，你去给她当孙子得了。麒麟奶奶也是我奶奶，你也是我奶奶，